请问你是否想要快速学习 Python 语言呢？是不是在想没有相关背景的话，是不是很难入门呢？不用担心，这门课从做中学，完全无需任何经验。 Python 完整课程透过实作六个 Terminal App， 你不但能够学习到原理，又能够马上实作。每一个章节都会学习到新的 Python 语言。第一个 App 从最简单的 BMI 换算器开始，你只要输入基本的资讯，软体就会告诉你健康的状态。第二个 App 呢是今日的幸运颜色，猜猜看今天的幸运颜色是什么？猜到的话呢就会幸运一整天哦。如果没猜到也不用灰心，就再玩一次。第三个 App 呢是小乐透游戏，想试试看运气又不想要烧荷包的话呢，这是你最大的乐趣，看你是否能够在虚拟世界中成为百万富翁呢。第四个 App 英语单字复习 App， 英语单字就是需要不断的反复练习才有办法进入到深层的记忆，带着这个 App 三不五时复习一下吧。第五个 App 女巫猎人游戏，身为猎人的你是否想要把女巫赶尽杀绝呢？杀掉越多的女巫，你就会越强大，才能够打败最强的女巫恶魔女巫。第六个 App 自己做代办清单，事情不再遗忘，只要打 To Do， 再多的事情呢也不会再遗漏了。课程结束后呢，你将对 Python 有一定的基础，